哎呀，管不了啊！这旁边优惠购刚开业吧？这整个一堆这么多，这是多少钱一斤呢？6毛。那白的多少钱呢？白的4毛。你大那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尖辣椒多少钱？大辣椒7毛。哎呀妈！土豆子呢？土豆5块，9毛。这是真刚解封啊，这疯狂了。你们咋这样式儿？又是抢过来的，这都2兜2兜买的，还有甜的，年轻的也有啊。隔着道看着这些人啊，新开业的今天人山人海。豆油，外面好像也可以卖啊，老多人了。今天是头一天开业，19块多钱。你这19块多一斤。去年你说我年跟前买的啊，姐们，我花18买的，估计说妈呀你买吧。我花18，我说少买点，还要我买10个。这是19块钱一斤啊？19块多，不到20块钱。这些多少钱的？我这些花200多块钱。哎呀妈，人太多了。现在啊，哪个地方都是可多人了。咱先看看室外啊，这种壮观像不像？快过30了。哎呀，这刀鱼13块9毛8，沙丁2块9毛8，过去看一眼啊。大黄花是，这是18块9毛8呀。啊，小的10块08毛，还这么多人呢。还有大虾钱呢，我就不进去了啊。但这是还扫码呢啊，扫码还得测温啊。多少钱一斤山楂？2块5毛8。便宜啊，拉倒，别进了，人肉可多了，里面老多人了。是的，这卖点新鲜货。咱看看这个羊肉的价钱啊，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猪肉。对，大骨棒子还15呢。腰牌多少钱呢？腰牌多少钱一斤？腰牌是20的，拿2块18。是吧？降价了。排骨肉、那梅花肉16块9毛8。解封了，彻底解封了。我的妈呀，这是土，买一车，这啥呀？啊，啥都有。他妈，整整买一车。啥都不会扔，这可便宜了。太多了，人。1毛钱。对，你看那地瓜那么大，1块多钱一斤。怪不得这么多人呢，这是解封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刚刚咱看那个场面呢，是不是特别热闹？我就没敢往里进啊。这个确实是现在还是有哈尔滨的疫情啊，还是就是没里面的人太多了，我没敢往里去。我只是在外面的室外的摊位啊，然后给大家拍一拍看看，相当热闹的。尤其老人家多啊，还是老人家多，也有年轻人特别特别少，自己都管不住自己的老人家。我这也不知道这儿开业啊，根本就不出来啊，都是老人家，有的颤颤巍巍的也去这个挤去。这种这么大面积的聚集，要里面实际上也还是比较危险的啊。哎呀，就是太热闹了，感觉像要过年了。没有疫情之前啊，就是那个时候过年三十之前啥都抢的那种状态。哎呦天哪，没在现场呢，老热闹了。好了，大家都注意安全吧啊！尽可量有啥吃的呢，也家里有的话也别去这么大面积的去抢，有的时候也差不了多少钱啊，毛八的。哎，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